不可怕，真是太可怕了。韩国舞棍大叔赛魅力无法挡，昨天在韩国百货开唱，台下跟楼上挤满围观人潮，跟着一起跳。江南 style 的你水管点阅更是在今天突破9000万人次，刷新韩国 MV 点阅记录。退居老二的少女时代也不得不臣服于江南 style， 他们日前举办见面会，屁股还没坐热就被公跳骑马舞。拿这个理由砍拖，结果音乐一下身体就很诚实的。当然也被洗脑啦！神话穿着韩服也要跳。连韩国的国民妹妹 IU 都在人气歌谣上跟赛合跳啦，不就是传说中的重量级新人 IU 吗？下，你问什么是 IU， 就是赛加上 IU 就等于 IU 啦。苹果娱乐新闻，鬼月不要这样啦，报道。